听说人与人相遇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，而遇见心动便是相遇最幸福的定义。在拥挤的人潮中，我跨越整座城市寻找你的影子。一道想用手中的笔呼之欲出的灵感之光，记录下自由带给我的炙热，我的爱，寄给远方的你。我在罗马等待一个人，即使雨天或者迷途的弯路也无所畏惧。